陈先生，目前上海局势错综复杂，敌人特务无孔不入，很多爱国志士屡屡惨遭杀害。你执意要回去，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对抗日战线无疑是雪上加霜了。是啊，这战仗都打到这个时候了，在座的每一位谁不是出人出钱又出力？就说老李吧，工厂被日本人占领了，两个儿子也为国捐躯了，我们再这样毫无保留地支持下去，那么以后各位啊，我们是不是该做点长远的打算？李喜新民意思，越是不容乐观就越要迎难而上。我可能讲国家兴亡，我等匹夫定当担负起一份责任，有所保留，你是何居心？我有什么居心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我知道了。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就在前日，浙江的李兴邦会长不幸被害。你们的想法我都明白，我来说两句吧。前不久，26国已经发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，我相信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壮大一定会带来转机。国内的局势虽尚不明朗，但身为一个中国人，却对自己的祖国不抱以抗战胜利的信心，就连你们自己都害怕的话，还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40000000中华同胞难道不害怕吗？我们不能退啊，我就是要回去打一针强心剂，区区肉身躯壳而已，我要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份赤诚的决心。国将不顾，四海之内怎能安身？我去意已决，大家不要再劝阻我了。回归被我目击者，总不能不是瞎说的吧？是不是真的有怪物啊？怪怪！再去做笔录。是。新来的吧，张医生呢？我叫欧阳，是被临时借调过来的。说说吧。
别自责了，这次情报外泄确实是内部出了问题，我们已经解决了。这个狙击手还没找到，永远是个威胁。那种射程不是常人所能。这样，我来查，你有新任务。 一周三起，现在外边是人心惶惶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上峰还打电话来亲自过问此事，说你们警察局也学会编故事骗人了。
什么人形巨兽肆虐上海滩，我告诉你徐泽镇，别一天天的没个正形，就你那点破事儿还以为我不知道。哟，都闻见了。现在的大上海，就你给的那俩响箭，我指什么给你破案啊？我外面的线人不吃饭吗？我线人的老婆孩子不吃饭吗？我也得吃饭呢。那人家是怎么查案的？浙江商会的李兴邦被人杀害了，这是犯罪嫌疑人之一，去把他抓起来。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就喜欢你这个表情，就知道你心疼。滚滚滚，先去办事情。
这个料子是卖给监狱做囚服的。你是顶什么罪进来的？杀人。那我怎么没被带出去？杀人？你要是真被定了。把医治剂给我。跟了你多少年了？这件事情你提了多少次了？别拐弯抹角的，有什么直说。
商演是吧？啊！我什么时候能定罪？这里面的犯人大多数都跟你一样，是替罪羊，收监不审就能关你一辈子。这不是办法，只有死刑犯才能入局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会找人先把消息带出去，一切等上面安排。不行，我怕时间来不及。给我老实点，那小子欠揍是吧？我是黄维仁，黄先生。哦，松浦先生，你需要的装备和物资，我已经派人送过去了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您答应送我和施曼去日本生活的事情。黄先生，你很心急吗？人在没有做好自己的事情之前，先不要总想着奖赏和退路。这样是很危险的。啊，是是是。倒不是太急，只是我非常向往帝国的美好生活。我很明白你的心意，做好眼下的事情，帝国不会亏待你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你跟松浦是不是画了张大饼给我吃啊？怎么可能呢？我来上海可是就念书了，以为帝国效忠。我是真想念故乡的樱花了。长官，这是今天收集到的情报。我知道了。清丹，我仍然认为你的生化实验是疯狂的。松浦先生，你要相信帝国。
拖拉拉的。老实点。报告。徐探长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徐德臻，这是老子的地盘，你以为你还是探长呢？你已经是将死之人了。Thank you.
八环才算通过考核，有枪法不好的提前说啊。
这个人我信不过。明白。Thank you.
果儿，大日本帝国的圣光即将洗礼这片迂腐的土地，你们还争着？你去找。地图给我看一下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跟我走就完了。哎，咱们都吃了毒药，你还不相信我？还怕我跑了吗？就你事儿多。为什么呀？你先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克里曼在哪里，但我敢确定。
他就在广场周围的某个制高点。这样，你们去找克林曼，剩下的我来解决。但是要记住，为了避免引起群众的恐慌，这玩意儿是用不了。那咱们分头找。我十几岁跟随父亲下南洋，现在回到祖国故土，不为别的，因为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的关头，我要为祖国出一份力。
用我说的方法。 Sky.